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儿，今天晚上都不敢睡觉。坑坑坑！你要坚强点，别向恐惧屈服，好吗？你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？老兄，冷静点，冷静一下。部长增援！等一下，快点！哎呀呀！救命啊！城市跟外界完全失联，被隔离了。别那样看我，我没有被感染。他们想干掉城里最后两个 Stars 队员。别跟着我，你这种玻璃心只会碍事。Stars 办公室应该就在这个方向。一万比一万更糟。他们想要隐瞒自己干的好事。糟，糟糕！保护伞怎么了？我搞不定，把离开那儿！是你们造成了这场灾难。我们等等。什么？我们肯定是在做梦。奉献、诚信、品味，这些核心价值，奠定了保护伞公司的基础。